这里应该可以。那姐这是一台，这是一台啊，打试一下。好吧，我们一起说，我们一起，来，来，好，姐。那我名字吧，啊。拿反的红包。对。对。我拿前边啊。这个。后面站高的站后面。好 ，OK。今天和你高中学生哦，那在世青赛里面现在非常出色哦，得到两面金牌，两面铜牌。那去年的那个选拔赛哈，那我们鹤岭高中的也在泰国呢。得到金牌啊，非常优秀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议会，来给这些学生做一个鼓励啊，顺便跟家长啊见面一下。那也期望他们未来在国外的比赛能得到更好的成绩。是，那彰化县的拳击都是全国最厉害的，是吗？其实就是说彰化县的拳击是整个全国的发源地。那从可能在日据时代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这个拳击的运动项目开始啊，所以。从这边出去的徒子徒孙啊，然后遍布全国，然后现在所有的教练啊，那所有体系啊，都是从等于是鹤岭是一个发源地。